亦都叫做誒嗰只珍珠紅運。出邊外檔上緊咧就好有福。好呢、這個時候咧，世界精品咁啊唔使鬥啦，輕輕擠咗出嚟些少，創頭精守住第二。咁啊而家珍珠紅運喺第三，咁啊後邊上嚟嘅馬匹合夥輝煌同埋好有福。過終點時世界精品第一，第二名創頭精都捱住，第三名要影相啊！